chiuso.这样就有奶了吗？有奶。大鸭子能弄，俺不能。鸭子跳了，下去跳。走。你让他们走着。红二的，红二的。红二的。红二的。红二你怎么还在打呀？你怎么还在打？因为最低的话，酥油产多了。哦，要是温度低，哦，酥油就产得多。多。高的酥油产少一点。哦。但是是不是温度高打起来不那么累？不累了。你呢？我累了，低的好。为了更美好的生活，坚持一下。家里没有人嘛，只有我一个。哦，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男孩是吧？对。哦。爸爸妈妈在哪儿呢？现在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折谷村里呀。哦，折谷村是吧？嗯。哦，那你一个人能照顾他们两个吗？行的。要写着你的名字吗？对。
他可能每一道都不一样，所以他就他们四个人的嘛，对，四个图案的，